还有表情和眼儿，那表情和眼儿也不应该放里头。当然有的人可能是奔着表情和眼儿去的，这这怎么还掉俩兵呢？这跟我似的，还掉两个。那这俩兵别吃了。这有什么用呢？我马上升级，你升不了啊！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升级，起立，刺儿，刺儿，吃药，刺儿，这咋没刺儿死呢？哎呀，他攻击力好高啊，这都没打过！哎呦我操了，妈点炎都套上都没打过。我就说我不带重印，非得让我带重印，你说我带不灭他是不是死了？我就说我不带重印，二级被一级单杀，我也没想到。他打我好像比我打他疼。起立，刺儿，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这怎么蜘蛛还来了呢？哎呀，这蜘蛛，哎，我的沉默可以断赛人的口是不是？能断吗？还是施法就不能断了？还是说必须得控制？哦呦！你就是世界的祸害之一。沉默，别想躲在侍从后面。刺儿，刺儿，起立，刺儿，平 A， 平 A， 把双 buff 给我交出来。哎，你妈的！烦死了，这蜘蛛这一波还能过来，哎，气死我了，这蜘蛛怎么能这个时候过来呢？哎，好恶心啊，好恶心。
恶心人了吧，兄弟！哎，这可太恶心人了，这蜘蛛啥时候来不好？他妈这波来，我操！还好我经验没有一点点亏损。哎呦我天！你将好受折磨，永无止境。他玩了这么半天也才六级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刚才那波双 buff 时候能把他打死就特别舒服了，刚才双 buff 没把他打死，蜘蛛哎怎么走道奇怪怪的呀，这我爆破呢，靠，没带爆破，拜拜。回家了。这个样子吧，我来个反角。打呗，你怕啥呀？这杀蜘蛛，你个他妈的！闪现来，闪现，好闪！我不用乘数，我就杀死这，我就打死这蜘蛛这一把，气死我了，怪我事儿，我用不着吃层了。我这 R 能不能慢点放？那蜘蛛不上天了吗？慢点放。打蜘蛛还能慢点放技能呢，我咋没听见？哎呀我操，我刚才说话呢，我没听见这三人开车真耽误事儿。怪你，那肯定怪你呀！那在这瞎叭叭，哎呀，你就不能每回慢点吃？人家有闪，蜘蛛有飞天，我给他沉默，不立刻把他吃死，还跟我说慢点吃呀？我，你看这是人能说出来的话吗？没有十年脑血栓，这是他妈说不出来。
打个眼儿的，刺儿刺儿刺儿，起立！感受到了吗？刺儿刺儿，沉默起，刺儿撕。我怎么了？我不拆了，我回家了。1400。哎，他去下路了，那我们可以拆着吗？跟队友打打信号。那我还可以再吃一层。走了，不拆了，下波再来，回家兵权了，右铁来了，应该不会没，没事，正正好好剩一点，应该下波过来把它拆了，赶紧回到线上，省着这赛恩呐，给我们的那个一塔给我们拆了，赶紧回到线上。Rampage！ 我来给他们带点回忆。给我起立！的医学塔，那能给你吗？蜘蛛，这蜘蛛，啊哈哈哈！别，哎，我吓到了，快点霸回去呀！出点魔抗吧，往上闪啊！其实我是想回头杀蜘蛛，你知道吗？我寻思蜘蛛能不能追我一声，我哐嚓一口给它咬死，一个抠接个沉默跑。现在想来，可能是有点想多了。没事，我们回到上路。
峡谷先锋让赛恩拿着，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！你说这，你说这带个重印有个屁用？这重印 ，A 人也不疼。你要干哈呀？哎呀！还有个红 buff， 粉碎吧！还有个红 buff， 给我杀的流！漂亮！杀蜘蛛！杀发流！漂亮！赶紧回上路啊！这赛恩要拆我们的塔了！你给我起立！我今天能放你走啊？变成我撵你了啊！你还他妈搁这传送还？刚才你撵我撵的不是很舒服吗？撵我撵的啊！刚才这给我这都撵呐，拿个红 buff， 该我撵你了是吧？我看你往哪跑，轮到我了。吃个蛤蟆，吃什么蛤蟆？吃蜘蛛！不杀！沉默！吃牛头！牛年不吃牛！哎呀！一换一，行了。我再出一个啊！我再出一个，我出个自然之力，我让你们打我。我再出点魔抗的。出巨酒不出？就出魔抗，这把他们家全是魔法伤害，不是喜欢打我吗？打吧，这把我们就让他们打，使劲打，给你来个自然之力。还有没有魔抗呢？再来个石像鬼，反甲不要了，一会儿反甲给他换了，给他换成巨酒。大牛的，给我残破！果然，牛年就得吃牛肉。
沉默，起，刺儿，刺儿，沉默。你这个蜘蛛，你这个蜘蛛，蜘蛛，蜘蛛！我不把你给杀了，蜘蛛！你这个蜘蛛！召唤师，你的心魔正在出击。回家了，不回家，再推一波。这把能多大？这把应该大不了多少。没装备呀、啊。现在八层，还差两层，十层，十层升到十六级。差不多，这把应该也能挺大。现在吧，有个穴位有点小啊。给我起立！害罪呀！哎呀，刘哥，我错了，还不行吗，刘哥？啊，哈哈，我天哪！啊，不让人玩儿啊！这家伙，这老些人，2450，给我围剿了。2450，差一点点钱，先买个这个，再买个这个，差200。疯牛病啊！哎呦我给枪毙了。叠护甲呀，叠护甲干啥呀？那沙米拉打人都不掉血呀，叠护甲干啥呀？可恶的艾克！简直可恶！其实我也就啊，我差两件装备，那差的确实有点多。我们再出一件，吃个药，升个十六级，就很大了。粉碎吧！把这红给他打了。走，升个十六级，现在是十层，十层好像就是极限的那个体型了，好像就是。你的灵魂像是虚空的矢量。哎，起立！哎，我那沙米拉咋没了呢？我杀蜘蛛，漂亮！
赛人也行，没事，我把他吃了。沉默，起立，扛塔吧。这回大不大啊？这回大了吧？哈！我还可以更大，但是队友好像不让我大。